心里的这一些想法，可以提前可以给他就是沟通一下啊。而且呢，我是相信每一个人在这一条就是说信仰的道路当中来行走的时候，都会或多或少的有一些就是说障碍拦住了你走这个施工的道路，该走的道路。那么你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倒很简单的，比如说啊，我把它清掉，你怎么清掉呢？清得掉吗？有一些道路上的障碍物，你清不掉，一定要用重型机器来给它推掉，是吧？那我们的重型机器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你解决不了的问题，你怎么办？你来告诉神。然后呢，有的时候不但就是说你告诉神，我们有一句话，中国人的话，人多力量大，是吧？也就是说，你要记得教会，记得弟兄姐妹同心还得祷告，就是跟魔鬼起征战，跟我们自己起征战，跟我环境起征战，得胜这个环境啊。那我就讲到这里吧，你有的都是我讲的，你们大家可以提一提，好吧？也是跟大家同在啊。谁讲话的时候就话筒接过去，好不好？然后我们转一下哈，如果有什么问题，然后要需要何牧师解答的时候，何牧师回答一下，这样。你讲吧，没关系。那如果你要想，你就把图递过去哈，节省时间。或者是有感动的，先举下手，让我们节省时间，好不好？我刚才听牧师师傅在讲到这种信息时候做清道夫，我个人来说就是每个人在生命当中都会有很多的渣子，好像就是说让我们自己淋漓的，在生活中好像经历很多事情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时候，当我们把自己的眼目看自己的时候，自己心里就很多的苦毒仇恨，但是就是这些的垃圾垃圾，如果说没有从这些信息来领受的时候，我们人就是往往以自己的思想去说啊，看别人的不对呀，或者看别人的种种的，都是把事情看在好像都是别人不好，都是怎么样。但是真的从这个信息里你说，我觉得每个人这个每一天，我们当我们领受了信息的时候，我们就是说把心里的哇，人真的是要把这些垃圾都真的是交托给神的时候，我们心里一下子真的就不一样了。神给我们的真的是很美好的，但是当我们没有，好像世界上的人很多他没有，不是基督徒，也没有来领受神的话语的时候，领受神的信息的时候，他们的理解就不是这样。那神真的是很爱我们，把我们带到神的家中，又给我们这个美好的信息说，我们每一天真的是来到神面前，我们就是把自己倒空倒空，把淋漓的垃圾给倒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很多的力量充足而来的，好像就是把自己有很多东西挪去的时候，神让我们做一个清晰的人，因为圣经上说清晰的人是有福的。就说感谢主，我每一天也是在主里来学习，不断的成长。就说感谢耶稣，感谢基督，感谢这样的信息，个人是这样领受的。感谢赞美主，今天是我就是讲的信息，我感觉特别的宝贵。真实，确实有时候啊，人有很多的烦恼，有时候没有及时的去交托给神，没有依靠神的时候，但是在你心里越放越积累越多，等你真正的再去做的时候就像何牧师讲的，你靠了一个人的能力，有时候连就是劝你去道去认罪悔改的时候，那个能力都不是太够用，但是。今天的信息，我就感觉感谢主啊，让我每天去清理这个生命中的垃圾。一旦你感觉到这个东西不对劲了，不是从神来的时候，那种苦毒了，就是这些不好的一些那种，你趁早知道，这些都不是从神来的，真的是要去清理这个垃圾了。
我就想着做信息来到，你怎么去清理？你个人是清理不了的，靠的神，靠着耶稣的宝血，就把这个垃圾，借着神，借着耶稣的宝血，就去求神来帮助我们去清理。但是我领受的，感谢赞美主。不知道哪边不说的不当了，请弟兄姐妹都分享出来，让每个人都能从这个清道夫里头得到益处啊！感谢赞美主啊！我这个问题我只想请教何牧师，关于比如说这位姐妹，她的垃圾太多了，她自己不能处理，那我们有什么办法帮她处理？其实这个问题不是一句话能够就是讲清楚的啊，解决问题的。每一个人就是说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合啊、不同的环境当中，都可能会产生一种就是不好的心理的状态。然后呢，也拦住我们走这一条就是说信仰的道路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其实智慧胜过用力，就是什么样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要有属灵的智慧。那属灵的智慧到底是什么？约伯记28章的28节。敬畏神就是智慧，认识自身者必是聪明。也就是说，你面对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第一个面对的是神，神喜欢不喜欢？神喜欢不喜欢？如果神不喜欢的话，我就尽量就是说，把他这个想法给他清理掉，然后不要去做，因为其实，万有都奔以他。依靠他，也归于他。我们一定要就是说，人如果中国一个古话嘛，没有就是说远离，不有近患嘛。也就是说，这个从信仰从某一个角度来讲，不是对今天，是对以后的问题。一般的情况下啊，信仰是来世的问题，就是说你对今生就要考虑到来世的问题。你还在没有犯罪之前，你要考虑到我犯了罪以后，我罪带来的结果是什么。这个时候你就马上就是说会谨慎自己，你不会去犯罪。这个要经过不断的就是说借着你的失败，然后呢上帝的管教，然后慢慢的会越来越明白，越来越谨慎。不是一句话能够马上叫你做你也做不了。我要讲实在，我是把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说信仰的历程吧，也是经验啊，就是这么给你讲，没有一定的，就是说，什么办法，就是说，你就先第一个，我把神放在里面，无论做什么，我面对的是神。那然后我是相信啊，就是只要我们里面，就是说把神放在我们里面的时候，知道我们的神是个什么样神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就开始慢慢的就会。是这样哈，我在心里有一个疑惑，就好像我们跟人传福音，就是用微信上面用朋友圈的方式传福音，或者是以这种手机个人的那种传福音方式的时候，我们会经常看一些关于我们教会一些个人见证、美好的见证，怎么发给朋友或者发到朋友圈。但是呢，我都感觉到就有一些就是以前玩的比较好的朋友哈，他几乎有时候就不跟我多说了，然后甚至还奇怪，一天到晚你怎么进化这些信息的？你现在信主信的怎么变成这样？他说你有信仰，天天在这。还有一个，这是一个问题，那我就不知道，这个为那到底我该不该发？再发下去好像跟这个朋友都没了，他就好像觉得你这个人变得有点不正常了，一天到晚那种状态。还有一个就是说个人，我个人经历，比如说这段时间。很多事情都不顺，我也一直在祷告，上帝
帝啊，我将这么多的问题带到你的面前，我没办法承担了，我就交给你，你来为我承担这一切。但是当事情没有得到回应的时候，我们心中也是很疑惑，还有一点心里一定是有压力。当你事业当中不顺利的时候，等于说我心里想是我交付给神，但是到了半夜，好像一种无形中的那个什么东西，半夜就醒来，就又会去想这些，哎呀，这怎么办啊？不顺畅，我这到底算不算是交付给主了？好，就这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传回的时候，这个问题呢，怎么说呢？就是说，因为我们一定要知道的，你有很多的朋友不信耶稣嘛，不信耶稣，他第一肯定是反对嘛，这是很正常的啊。然后呢，但是我觉得还是讲这么一个的话，就是敬畏啊，这个智慧啊，就是说，有的时候，比如说他有反感的话，那你就先不要再去说了，知道吗？其实建立关系是第一个关系。中国有句话，你们可能在美国不习惯了，他说呢，就是说文凭呢，做参考的，参考一下、关系呢是最重要的。你懂，你有个你有这个文凭，你们这一般都是比如说不是升嘛最高的有的都可以进入到这个岗位里面，但你给我关系好我就用你，他给我关系好我就用他。我讲这个传福音也是一样的，为什么我有的时候我就想一想，就是东方水电嘛，他为什么会那么容易得人呢？他就是去叫一个人信耶稣的话，因为我们那边教会也出现过这个问题，他不是一次去两次去，他买的东西就从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去，你把他撵出来他还来第二次，你就这样。然后就慢慢的人必是人嘛，然后感觉他那么热心啊，那么 A 主啊，觉得是吧，然后开始慢慢的见了他。就是说我们首先就是要让人家就见到我，然后呢给他的关系当中呢就是他认可我，别到时候就是说产生一种对立面的情绪的话，你最讲的话他都不听，这个要注意一点啊，注意一点。但是呢对新的人有的时候呢，那可能又有一点不一样啊，有些观点的问题，对新的人呢可能各尊还不一样嘛，然后和蒙恩的经历不一样嘛，然后你最好你不要把你的观点强加在别人的身上，知道吗？因为我可以这么说，何牧师和施牧师们的何牧师，他们的就是经历跟我的经历又不一样，他们不能够加到我的头上，我也不能加到他们的头上，如果这么硬加上去，到时候肯定会产生一种的就是说大家的矛盾出来的啊。有一些人的个性太大，我是一般就是说做过来以后呢，发现就是为什么中国包括世界的教会啊有那么多宗派，其实宗派就是因为自己的观点太强而导致这个观点的宗派的产生，所以反正呢历史也是我们最好的一个警戒，是吧？历史的问题产生，希望我们下一辈的人我们尽量就是说新一辈的尽量把这种东西不好的去掉。那么第二个问题，你是怎么讲？现在就是交托了。交托的啊。那么其实呢，我知道了啊，就是说，其实就是说，信仰这个东西不是说你说相信了就相信了，你说交托了就交托了，这个不是的。信仰一定要就是在我实际的生活里面，我去经历这个信仰，这才是真正信仰。那么，所有的世界上的问题，我们都能够眼睛看得见的。比如说要去帮助的话，我跟他好，我然后叫他来帮助我。但是上帝你看不见，从某个角度来讲，那时候你就相信，相信什么？就相信神的话，相信呢，神在别人身上所做的工作，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如同农车一样围着我们。然后我们就祷告神，祷告神，你说要祷告到什么时候？我是这么简单啊，你如果你有怀疑的话，你就悔改，因为
心怀哪里，不要重视哪里得什么。然后你一直祷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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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候，是突然之间神把这个重担给你拿掉了，那你放心就没了，平静。这个都是你头脑的想法，一定要知道的。我里面比如说有10斤重的重担或者100斤重的重担，你如果想把我把它拿掉了，你现在想起来还是老样子，没拿掉的，还是会背负着这个重担，说明就是说这个时候神没把你的重担接过来，你是放下，但神没有接过来，还是在你的里面。你一定要达到真正的相信，就是说祷告的是你们祷告时得着的就必得着，就是突然发现有一天祷告的时候，我原来一直就是说祷告好之后还是背负嘛，然后还会记想嘛，那一天突然之间没了，而且呢事情还没解决啊，一定要知道，但是呢我怎么去想已经没了，这里面就这么奇妙，很奇妙的，就这么去想没了，但是呢事情一点没解决，但是你放心，没解决，信仰已经解决，这就是信心，这就是信心。但是呢千万别是空中楼脚的，然后根本没有得着，因为信是所望之的是地为基的缺记嘛，没得了自己以为已经得着了，然后呢你祷告了以后，我交托了跟你一样的，还是呢事情还是存在，也就是说你这个是你自以为是的一个交托给神，但是神还没有真正的把你这个重担就是说接过来，那你要怎么样呢，你继续不断的祷告，你的信心要经过试炼，这其实就是一个考验阶段，知道吗，比火试炼里面那个坏的金子更有价值，宝贵的意思就更有价值，你否则的话你的信心是留在一个沙土当中，你后来你会弹死，阿们可以吗，这样我谈一下体会啊，我觉得这就是神的美意，神有神的时间，我们是交托给神的，神还要试炼你，还要经过一段的时间的试炼你，才能够成就这个事情。有没有人其他有问题？我就是稍提一下哈，因为刚刚讲的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当然在教会内部已经来这里接受培训的另当别论，是因为他已经准备好时间，我们就要把这一重点的福音要直接的有一点像灌输式的哈给他。可是如果我们在外面跟人家传福音，注意一件事情哈，耶稣的宝血是重价哈，耶稣的恩典，一切的神的恩惠怜悯都是最重的，有的时候你给他不能接受，反而被诋毁的时候，那就变成他道路上的他看为的垃圾，对不对，会变成这样。所以我们要注意刚刚讲说要把关系先建立，所以什么你给他的是造成他路径中的祝福，那就是你先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来哈，你会有忍耐，你会会祝福，你会饶恕，你会祷告啊，你会反正你有病痛，你也会有抱怨等等，就是你把你的这个生命而让他会有一点羡慕，会觉得你不一样，那这个呢就会成为他路径中的不被你丢掉的东西。假如我们一下子哈把一个他就像你像一个小朋友一个小孩子在喝奶嘛哈，你给他奶他就喝下去了，你现在一块大肉放在一个小孩子嘴巴里会把他噎死的哈，如果他不噎死他也会吐出来，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如果把一个不适合这个人的福音阶段的内容放到他的路径中成了他看为的垃圾，那就不能怪说我们跟他传福音他不接受，只能怪我们自己没有好好用智慧，用敬畏神的智慧按部就班的，一个好的老师是会按部就班的，一个好的老师是会因材施教的，不会说训练天才班跟训练放牛班的一样的教法是不一样的，但是一个大原则是一样的，一个天才班的呢我们要尊重，但是不要让他骄傲，一个放牛班的我们也要尊重他，但是要启发，
让他怎么样不会有自卑感，而能够慢慢的有所学习。所以刚刚讲的清道夫真正是自己路上的清道夫，要自己做成那得救的功夫。圣经上说的，你要自己做成那得救的功夫。至于你路径，你得不得救，我只能够祝福你，我为你祷告，或者是我从旁提醒。如果你接受我的提醒，那就可以帮助；如果你不接受我提醒，或是我给你的一个金玉良言，你把它当垃圾，那没有用。所以还是要你自己来分辨什么叫金玉良言，什么叫神宝贵的话语，什么叫垃圾食物。你吃的全是垃圾食物，社会上的很多垃圾食物你都吃了，这个东西我提醒你，你吃的是垃圾食物哦，现在神的话才是营养品哦。可是你不能接受的时候，你做成你得救的功夫，那我要怎么样帮助你做成得救的功夫呢？那只好我自己活给你看，我不再去吃那些买来的那些 chips 那些零食，我就每天就算我三餐没那么多，可是我也不要吃太多油腻的，我也就吃到一些的营养的，让我可以保持身体的健康，我活给你看，对不对？那如果告诉你要吃这个要吃那个，吃了一大堆，有的人很多人会建议我说要什么补什么补什么补，我听了都不同意，我本来就不会，我妈也不会，可是我活的可能我爸活了99岁，什么补品都没有吃，什么维他命都没有吃，这是我爸。所以你要跟他讲什么补品的话，我爸爸是不吃你这一套的，他就是这样。那所以到底要怎么说呢？个人做成那得救的功夫。所以你要给别人一个讯息的时候，你要告诉别人什么好什么好的时候，也许对你好，对他未必好，因为你已经是一个成人了，可以吃大鱼大肉大排骨，可以啃骨头了，可以啃鱼刺了，可是他呢，小 baby， 连什么小 baby 都不是，胎儿哎，就这样，连胎儿都还没孕育嘞，那你怎么说呢？所以要有智慧，不是千篇一律，但是我们要背后为他祷告，要灵里为他祷告，在神宝座前为他提名代求，就对了哈。我想我的补充就到这里。今天是我讲大家的道，怎么样清理自己生命的垃圾，这是心头那个姐妹在这里问的问题。我现在我跟妈妈的好，我们很多的垃圾的好，我们互相真是给了很多几年十几年哈。但是你知道我妈妈就是从小都打好，结婚都现在年老都受到很大的伤害，这个就是血脉里面的罪，这个血脉的罪是影响我也影响我的后代的。但是我妈妈还没有做这个程度，你知道吗？我妈妈骂了我很多，我亲近神，你不是牧师，你又为什么用这么多时间来到亲近神？是刚刚开始的时候，我很生气，我也很跟他有 argue， 但是后来神一路一路有神的话带领了，我就不跟他 argue。嘿，我就看到仇敌是这着他来攻击我，因为我是追求神的，哦，就是神说这是你们仇敌，就是你们家里的人，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的家庭中，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怎么样爱你，他就是爱我嘛。因为我是你的，我是朋友，我又骂了你，我就离开你，就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好，就是没有办法抹完你的生命。但是你是两母女嘛，没能分开嘛，你一定要在这个家里面，你怎么骂他都是你的女儿，他都是你的妈妈嘛。神就一路用这个方法，因为这个事情，我就是师母在这里说的时候，你们在这里问的时候，一句话出来，诗篇119篇，因为你没有神的话，你们没有办法解决那事的。因为我想要解决我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还在你的生命中，你知道吗？我自己是经历过的，我所以有办法说出来。我不是要去翻圣经怎么样，因为神带了我的路，他有话给我，有话给我，我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没有话出来，你一路在这里砍头埋墙都没有用，你祷告怎么样祷告都没有用。除非你就是安静关了门，在神的面前，你这个问题解决，由神的话出来，这个话一出来发出两个，一个话出来，这个路就开了。如果你没有神的话，你在这里去寻求人，哦，我想表现我自己是爱神，你好像跟神好家玩家，我现在是为你啊神啊，啊我现在啊为你，你不用我解决问题，这个问题永远不会解决的。这是我经历过的，我没有经历过，我没有这么大声说的。你明白吗？如果你问
害了，这个伤害神就给忘了。这个是我自己经历吧，我哭了很多，你知道吗？在这里走远也走不得，牧师这么远不能知道你的事嘛，因为神没有叫他来帮你，他由你自己去解决，又亲近他，不是去走远。我知道在每一个关键艰难来的时候，神就差一个人来，差一个人来，他帮助你之后他走了，你想走他就走不到了。神就说我不用你去求，去请求人。你看每一个事情发生了，我就差一个牧师或者师母打个电话给你，你现在去找他也找不到了。我就是经历这些事情，我很多艰难。我的老公在医院的时候，你知道我7年的时间走出走入，我半夜去，我没有睡觉，这个时候我不知道怎么过来，但是我知道是神，没有神我没有今天，哦，我不怕任何的事情。所以师母说这个清道怎么样清呢？消难言用，对，用善魔来解禁自己的行为，就是有精神神的话。但是我们说神让我要遵从你对吧？但神让你做的时候十一封信呢，我自己尽管我做生意好，十一封信我不舍得，我亏了很多啊。好，现在我知道了，都是我安置住了。我告诉你，全部都给为你，还要加给你更多。所以这个道很多人不会听的，我说告诉很多人都不听了。但是我自己要经过，不听了，我们要不推他嘛？因为我自己就走到这个人嘛，说也没有用嘛，让他们经过这些艰难了哈，都没有问题了。好，这个时候他就知道哦，这是神的道，神的话是真的，神的话是真是这样。所以我妈妈现在我就给他看，因为他你看这啊，你这样，这是他知道我们同意，就是要你活给他看，住在一起嘛。我在公司里面，我在外面里面，每一年的相亲，我的英文不好，但是我一说福音的时候，我的英文就出来了，每一年都没满，他们都来找我祷告哈。这些你前两年，我昨天哭的一夜了 ，Esther， 我今天早上决定来找你为他们祷告啊，他们祷告就解决了。为什么呢？我为人祷告的时候解决，为什么呢？因为不是我的事情啊，我为我的孩子祷告祷告20年了，还没有解决啊，你知道吗？因为。我为人祷告不是我的事情，我能够一祷告就放下了。但是这个人不信我，他不来找我，因为这个人信我的祷告可以能够帮助他。但是我的信心，我能够帮助你。两个人啊，就算我的祷告非常好，非常美，但是这个人我为他主体祷告都不接受，这个祷告也不到他身上。我告诉你，这是没有用的。我就是有一次有一个就是进来好这几个月，有一个年轻人就是听明白 Esther, my pain, oh my leg is pain, oh my back is pain, please help me to pay。 他教了我几个月我都没有理他，我哦哦哦，我就是这样又没有心，但是我看到一个信心的祷告，看到这个人心的祷告接受了，这个人就得救了，没有死掉。但是这个人没有信心了，就是这个牧师看到也是在他的前面，但是他看不到，但是这个人是存到了，是殉教受了，都会走掉。为什么呢？到最后他也晕了嘛，都是人嘛，就是没有相信就死掉了。OK， 但是他看到他的荣耀都挺相信，但是还想继续用他来救他，就一次一次在这个信息出来了，我就跟人说，我就跟这个 story 就告诉这个 team member， 我用英文，我的英文不行，但是我说这个事情，他就相信。我现在可以帮你来医治你的腰，你相信你这个故事你听到了哈，你信不信？他说 Amen, I believe， 很大声，我就拿一碗这个 paper towel 拿着，啊，现在我放耶稣基督的名，我不用手，我用这个 paper towel 就是嘣，放耶稣基督的名，把你的腰部的痛全部滚出去，直到现在10个星期了，没有痛了。哇，我每一次都问他。baby， 我就是就每一个人的 baby 用英文字，我的名字记不了的英文名字，好像是每一个的 baby， 个个都是哎，妈妈就是这样教我了啊，妈妈妈妈就是这样啊，所以我就说 ，baby， how about your back？ 第一个是你说，想说了有一点点这样，我的 hey， how to I tell you？ 哦哦哦 ，never no more。
相信，你还没有看到预言还是通，但是你又说我没有通了，永远不会通了，我相信耶稣基督已经医好我了，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他说我就告诉他，你每一天起来你就宣告 order 你的身体， my back is no more pain， my leg is no more pain， yes， ok， 妈妈 thank you， 就是这样，每一次we卖他现在完全没有通了。所以这个信心我不能说的太多，就是有神的话你一定要跟着他，这个话一出来很清楚给你的，你要拜关门门在为什么哦？就关门门在房间里面的哦，让天父看到他就会报答你的。 OK， 就是这样。我稍补充一下哈，因为刚刚Esther讲到就是他为别人的被祷告的现在到现在不痛哈，感谢主哈。那在你刚刚更结合你刚才的哈，那是第二个台阶。好，你是第一个台阶，他是第二个台阶，就是第一个关系。那先要有关系，那关系是什么呢？比方说你跟你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你朋友需要的是什么？你要先知道他需要什么，先需要的是朋友的关系。所以你不可以拿我是基督徒，你是异教徒的关系，这个关系就会起障碍。好，你把它当作我是长辈，你是晚辈，也会起障碍。你把它当作我是反正任何其他的都是障碍。好，你是说我是你的朋友，那你需要一个朋友的爱，或者你需要一个朋友的柔和，你需要一个朋友的对你的忠告，那是第二步。接下来先是一个朋友的鼓励，然后再来一个朋友的忠告。那如果母女或妇女呢，那就要想了，我妈需要我什么？我妈需要我对她的礼貌、尊重跟爱。那妈妈如果有心的话，就是她需要什么？她需要女儿的回应的爱，不要讲别的哈，再属灵都是别的，就说最需要。那今天女儿需要什么？女儿需要的是妈妈的爱。可是妈妈给的爱呢，也许不能够满足，比方说妈妈给孩子吃的东西我并不喜欢吃啊，或者妈妈给你的碗里装了堆得满满的，你说为什么这么满满的？其实满满就满满哈，赶快吃就对了，白把上面几个夹几筷子吃掉就好了，不要再跟妈妈说妈妈你每次都搞的嘛，这时妈妈会伤心。所以呢满满就满，因为别人你自己端中饭不要装满满就行了哈，就说意思就是说妈妈需要的是女儿的爱，回应的爱跟做女儿的样式。那我们都是这样，所以我有时候我去到我父母亲面前的时候哈，那我就变成了要讲福音，对不对？我以前试过了，年轻时候我一讲福音我爸爸就起反感，那我反而呢我就开始就是像一个比较天真活泼的一个小女孩这样的时候，我爸爸反而能接受。那现在呢已经不一样了，我现在只要去我爸那边，我因为我爸祷告，我最近因为比较忙，然后我没有车，这两天没车子了，我姐姐出国，我二姐来，我就跟我二姐通电话说我现在的状况。我说我二姐前天给我发讯息说我爸前两天身体很不舒服，可他发到了我的旧的微信，我根本没收到。后来他就问我有没有收到，后来看新的微信，我说我很想去看爸爸，因为我知道我爸爸现在心里面也在期待着我去看他跟为他祷告，所以我一定要花这个时间。好，就是现在，我以前假如一开始啊，我跟我爸传福音也好，跟我爸祷告门都没有。我现在是我爸等着我去为他祷告，我相信是这样子的啊，那种感觉。因为我每次说啊，我为你祷告，他马上头就低下来了。他以前不是这样，他以前是我什么教都不信，我只信国父一教，什么人跟他传福音，女儿跟他传福音更严重，更严重，就更严重，根本就是一个抵挡，根本就不信。那结果如果我再继续这样下去的话，我爸不信就是被我害的，对不对？所以我就不要讲了，我就静悄悄的，哎呀，一本杂志叫他看书，就放在桌面上，有时候是故意的哈，就这样，我就是故意放在桌子上的。其实我桌子有点乱，我是故意让它乱的，就让我爸讲，哎，随手哎看看你在看什么东西，就这样。所以不能用嘴巴一直讲，也不能够我们表现属灵姿态，否则的话起反感，变成了在我爸爸的生命之道上，我讲的话成了他的垃圾了。因为他排斥的时候就是他的垃圾，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要把神的道、神的生命、神的美好，甚至耶稣的宝血被人践踏。这个时候还不到拿出来的时候，因为你一拿出来他就践踏宝血，那就麻烦了。所以你还不到拿出来的时候，你就先用爸爸需要女儿的可爱，甚至丈夫需要妻子的可爱，
甚至同工之间，你想好同工吗？那同工就是要同心工作，我先要你可爱的表现，让你知道我可以跟你同工，不然的话接下来就不叫同工，就是同工来工去，你工我，我工你啊，对不对？所以属灵呢一定是先要跟神最属灵，你跟神最属灵了，你才会有真正的属灵魂丰盛的灵，不然的话你就是属灵鸭蛋的灵，或者是凌乱的灵，真的很凌乱，很凌乱，好像很属灵可是很凌乱，好像很属灵可是呢一无所成，在神的国度里，在现实生活中一无所成。所以这些一定要小心，你想属灵吗？一定要跟神完全的属灵就对了。所以你跟神的关系，神希望你建立什么关系呢？最属灵的跟我的关系就对了。所以你就想神需要我什么，需要我最属灵的对他，那就像玛利亚一样，不是像马大一样。所以你想现在我面对我们要准备受洗的姐妹啊，那我一定要鼓励她的信心吧哈。我如果一直揪她的罪恶的话哈，也应该了哈，她自己回家去揪她自己的罪恶，自己畏罪畏因为什么，自己责备自己。可是我要鼓励她怎么去看她的生命中要怎么样叫做要死要活，先死后活，对不对？我只讲原则，至于我不会揪你，当面揪你，然后呢你自己回家好好想一想，你下次你有没有好好想一想，我可以看得出来，我也不要讲，我就背后为你祷告。因为他现在最需要，是一个幼嫩的，幼嫩的最需要的就是一种鼓励，就是一种推他一把，而且给他这个信心的提升，用我的力量推他的力量，用我的信心推他的信心。可是我不可能一直推，因为他终有一天要自己建立